各位朋友，中国星火基金会咧会喺8月6日至10日啦，举办一个山区探访体验嘅一个咁嘅活动咧，就系带我哋大家咧去到云南省嘅昭通市，一个即系比较唔系咁交通咁方便嘅一个落后嘅地区。咁同埋咧，最近亦都受到一啲天灾，譬如旱灾啊咁影响过嘅。咁去到呢个地方咧，我哋除咗去亲身体验，去做一个徒步的步行筹款之外呢，还可以去那个地方探访一些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些小孩，也都呢就帮助筹款，希望呢可以帮这些小孩呢可以做到一个手术，纠正他们的先天性的心脏病，等他们以后呢那个没有了生命危险，还可以呢是正常地发育和发展。咁我好希望大家咧系鼎力咁样支持呢个活动吓、就身体力行，大家都去参与，同埋咧呼吁多啲你嘅朋友咧，亦都去关怀同埋参与呢个活动。